比我起得早。慢慢的说，外婆，有一回吃枣子，你不是让我别把枣核咽到肚子里去吗？是啊，咽到肚子里会长出一棵枣树，把嗓子扎破，对不？傻孩子，要是屋子里长出一棵竹笋，会不会把房顶穿破呢？屋里长笋，要真是那样，会把房顶穿破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把你急的。把它挖出来吃了吗？哦，把它吃了。外婆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好啊，竹笋长到谁家里就归谁，这是老规矩了。老规矩，老规矩，老规矩。给我拿捆绳子来。等一下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妈妈，我去拿。啊？啊，我去，我去。
们上学农课，我回去拿把锄头。哦，锄头在后屋里呢。哎，姐姐，你别去，我给你去拿，我给你去拿。哎，葵葵为什么不让我进后屋？准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。小竹笋呐，你快点长，过几天你长大了，好给姐姐尝一尝。这么匆匆忙忙的，妈妈，有一回我捡到了一堆红薯，你不是让我都送到队里去了吗？是啊，集体的东西一星半点儿也不能往家里拿。要是队里的东西自己跑到咱们家来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自己跑来的，那你说呢？我说也得给队里送去。对，秀秀，应听毛主席的话。
说过，这样大小的春笋最好吃了。那赶快把它挖出来，今天晚饭就吃。姐姐，你说好吗？哎，不能吃，要送到队里去。啊，送到队里去？对，应该送去。不送，我不送。是我先看见的。你先看见的。哎，不管谁先看见的，都要送，都要送，就不送。葵葵，你知道这笋哪来的？地里长的嘛。咱们屋子里又没栽竹子，怎么会长笋呢？你知道吗？竹子的根儿长长的，它在地底下可会跑呢，能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在竹根上长着好些竹鞭，每年一开春，竹鞭上就生出竹笋，从地下往上钻，钻哪钻哪，就钻出了地面。咱们屋子里的竹笋，就是队里的竹子从地下钻过来的。队里的？那谁叫他自己跑来呢？自己跑来的也是集体的财产，竹笋一定得给队里送去。我不送。不送。葵葵，你还记得吗？去年捡到鸭蛋的事儿。不是还夸我们热爱集体吗？捡到的鸭蛋是应该交工，可竹笋长到谁家就归谁，这是老规矩吗？老规矩？这话不对，你听谁说的？外婆，她还会说错。外婆？外婆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呀。这条老规矩就是旧思想。不是说过，旧传统观念经常会从各个方面影响我们，要我们警惕。外婆对我们虽然好，但是她也有旧思想，我们可要分清啊。葵葵，你说对吗？对，对，秀秀，你说的真对。外婆，你都听见了？是啊，看你学得多好，我这个老脑筋是该换点新思想了。外婆，外婆。